我要做菠萝鸡。今天我做菠萝鸡 ，pineapple chicken。这个鸡脯肉 ，chicken breast。这个chicken我要用这个料酒 cooking wine。cooking wine 料酒。柠檬汁用柠檬 paper。柠檬。喝椒粉盐 lemon pepper salt 加上这个柠檬汁，然后用手抓一下，这个菠萝汁我要给它腌一下，
用一点 black mushroom。柠檬，这个是菠萝 ，pineapple， 柠檬。这个绿青椒 green pepper， 还有那个 cream， 柠檬汁，上了柠檬汁以后，又是 starch 生粉。Starch， 柠粉，撒上去。腌制，但是我现在还不想做，过一会儿再做。不需要太多，要一点青椒 ，green pepper，
as much. Little green onion. Okay, now I will cook this pineapple chicken. Stir fry vegetable. Put a torch. Pepper.
some chicken paddle. Chicken. Ginger. Oh, 有点高哦，就把这个菠萝薯先包好。炒软，看看你。然后把它切个the cooked chicken. Get clean the pan.Put the oil again. Smell you damn fast. Cheese. 这个腌过的鸡片。炒一下，有点干哦，然后我要加一点料酒，再加点酒把它搞稠一点，三个。
后加一点酱油 ，soy sauce。鸡汤少一点，这个叫烩菜，就是菠萝烩鸡，所以汤汁要稍微多一点。这有青椒，所以我要把它炒软一点，就这样。主要是青椒，其他都是菠萝都可以熟的，就是青椒比较难熟，就是 green pepper， 不啦 ，green pineapple green pepper chicken， 会，不记得。估计好了。
狗撑出来。鸡胸肉 ，chicken broth。我的菠萝鸡就做好了，这个菠萝鸡就做好了，这个菠萝很好吃，甜甜的，好吃。然后这一道菜就有一点甜哦。然后这个是黑木耳，能吃出这个鸡是用柠檬腌的，能吃出柠檬的香。这个鸡是鸡片、鸡脯、鸡胸肉是腌过的，用料酒、柠檬、生粉。很嫩，用生粉腌了一下，然后这个青椒，中国的青椒，不甜不辣，中辣，已经熟了，这个柠檬很香。好吃，好吃，就是这一道。这个鸡很嫩，那个this is a pineapple chicken broth and black mushroom.And the green pepper, black mushroom. And this chicken is juicy. And the pineapple is a little sweet. I put lemon juice, a little juicy lemon, a little sour. It tastes good. My friends will come.我的朋友万斯今晚要来吃，他这是我的新菜，估计他很喜欢吃。This is my new recipe. I think he will like it. Bye bye. 居然继承了公公的巫师身份，而且学会了下蛊。Sweet.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妹妹居然第一个对自己的奶奶。你说呢？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怎么了，丫头？顾依依，我告诉你，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没完。顾可可生气地挂了电话。顾可可，不顾旁边桑小童疑问的目光，急急地向机场警告了我。虽然同是苗女，但是顾可可对蛊毒的印象只有可怕。当然了，只是传说中的可怕，因为她没有见过。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感到了一种未知的恐惧。上了飞机。